叫吴建雄。其实我就刚从别的州搬过来，时间不长。很高兴那个谢谢那个关先生的邀请，能够进入这个家庭认识大家。所以我在这里呢，就像十一月、十二月生日的朋友们，祝你们生日快乐。同时预祝大家圣诞新年快乐，好吧？他们都叫我吴校长，因为我以前在创办中文学校，以前一直在大学里教学工作，所以喜欢唱歌，从小喜欢唱歌。好，下面呢，我就给他唱一首的这个费玉清的《秋蝉》，希望大家喜欢啊，希望大家喜欢。Oh,